我咧，我哋而家喺呢個新地嘅 Night Market 啦，就係清邁星期日先有嘅夜市。跟住我哋啱啱食咗個，可唔可以俾大家睇下？好辣又好鹹嘅粉。我哋介紹下團友先。你叫咩名啊？我叫。你叫咩名？你叫咩名啊？女大。喂，介紹自己啊。你呢？叫你介紹自己。我係周曉晴。喂，影你先對焦到咯，影佢哋對焦得。Anyway， 咩味啊？依個黃雨婷，黃雨婷最中意西瓜，所以佢都買一杯西瓜。跟住咁，其實依條街咧行嘅嘢好多咯，但係食嘅嘢唔係好多咯。我哋好乸肚餓啊！哦，跟住陣間去做 massage。我哋去緊咧嗰個咧飛索，做空中飛啊！哥哥啦。啱啱我一定以為條草係蛇啊！咁啊嚟，好緊張啊！我哋，喂，你哋俾啲感受我，你驚到講唔到嘢啫。咁曬咁曬，睇佢哋對鞋先啦。靚唔靚喎？對鞋。你嗰對咧？靚。舉高。大媽嗰啲。錄片咋 ？Hello， 我哋而家落緊大雨。我冇諗過我哋嚟咗三日，今日先落大雨。咁咧，今日我哋咧就去咗，哎呀，呢個保育大文，喺呢個叫咩啊？其實保育大文就，跟住咧，你望下我嘅友人留友人嘅衫嘅 outfit， OOTD 蘇玉婷嚟啦，威靈過嚟啊！哇，好靚啊佢！Oh my god！ 跟住呢個就係蘇晴。Hello！ 你睇佢嘅頭，我擺上 YouTube。哈哈哈！我係咪就係全部著大褲，咁唔影佢啦，好驚。跟住，喂，羅小姐，你播歌播大聲啲，我陣間去廁所。好啊。劉德，你屙緊屎可唔可以影你啊？屌你！可唔可以啊？大醬食嗰啲啊！老師問呢嚿嘢好唔好食？我哋食住呢個海南雞飯，你睇下大家點已經清曬，但係其實咧呢個係串燒嘅豬肉。但其實咧，我覺得買嗰個啲水門雞飯好食啲，同埋我覺得呢度啲肉太厚，我中意薄啲嘅肉咯。不過佢好大碟嘅，都幾重要。話説咧，啱啱我哋食緊飯啦，跟住有個好慘嘅婆婆喺度賣緊生果，咁我哋就買咗一袋啦。跟住咧，黃曉婷咧就搣俾佢哋兩個食啦，佢係慈母啦。點知佢兩個食嗰啲就係死肉。唔係，話係要繼續食㗎。蘇晴，你想唔想繼續食荔枝啊？食啊，繼續食。劉宇德，想唔想繼續食荔枝啊？梗係要啦。黃一定，你想唔想繼續餵佢哋食荔枝啊？
我們現在坐了上架 taxi 那裡，因為呢泰國很有趣，這裡很有趣，應該說 taxi 會周圍兜售你，那如果你想搭你就跟他講一下價，然後上車，然後講目的地就可以了。那我們現在呢就是來到行程的最後一天，所以我們呢就想去一下寺廟那裡看一下，那但是我們時間不是很夠，所以呢我們就去決定去了近近的十分鐘的叫什麼清晚，清晚寺在泰國那裡，泰國那裡。我們來了泰國的清晚寺，其實呢這個地方真的是一個，不是，它的建築物很特別，就是很金碧輝煌，還有它有泰國的獨有色彩，其他地方是找不到。不過雖然它是泰國的獨有色彩，但是呢它有些建築物的樣子是幾似緬甸啊、柬埔寨那些，不過它的裝修和入面的設計呢，即是這些細節位就是泰國的特色，都挺漂亮的。我們現在在 Mango Tango， 是泰國其中一間很出名的芒果鋪，這個是芒果糯米飯，這些是西瓜 smoothie， 你看它吃得多滋味就知道了，肉生肉死，它堅持要吃多次咯，如果它說它不吃第二次它會死。第多次啊，第多次不斷。你點睇啊？佢話你搞到佢俾人屌。從來女人就是我，他配不配？丑八怪呀呀！伸手别把灯打开，我要的爱呀呀！自己做曬十秒，唔會心，我一唱啦，你哋留得唱。天氣不似預期，喂，蘇晴唱啦。